炙热的太阳，潮湿闷热的天气，流不停的汗水，长期待在冷气房，使得您的肌肤渐渐干涩粗糙。干涩粗糙的肌肤需要充足的水分及养分的补给，给您肌肤满满的水分，使肌肤恢复饱满光泽。爱多美水嫩亮白组，搭配水嫩亮白精华液及水嫩亮白乳霜，两个简单的保养步骤，达到相辅相成的效果。清爽使用感，满满的水分，及时补充水分及滋养肌肤。所以水嫩亮白精华液及水嫩亮白乳霜一定要搭配一起使用哦。爱多美水嫩亮白精华液，化妆水及精华液的功能二合一，简化肌肤保养步骤。洗脸后立即使用，化妆水的补水及精华液的滋养功能一气呵成。水嫩亮白精华液透过水分供给、补水及锁水等三个阶段，帮助肌肤恢复光泽。特点一，将精华成分注入胶囊，给予肌肤满满的水分。将维生素 E、纤维素、甘露醇等三个主要成分组成微胶囊，补充水分及滋养肌肤的同时，也提升了产品成分稳定度及安定性。特点二，精华液以一体的质地呈现，易推开，好吸收。涂抹时质地轻薄好推开，拥有化妆水般的质地，同时拥有精华液般的滋润感，使肌肤恢复饱满光泽。当微胶囊被推开后，肌肤就会感受到精华液般的滋润感。特点三，保湿效果提升的基底及精华一般滋润的微胶囊相辅相成，使肌肤留住水分。高分子甜菜碱及小分子水解透明植酸等成分，更进一步的提升了产品的保湿能力。爱多美水嫩亮白组拥有供水、补水及锁水等三种保湿功能，让我们一起保养肌肤，使肌肤恢复弹性吧。步骤二，爱多美水嫩亮白乳霜。水嫩亮白精华液及水嫩亮白乳霜一起使用，更能将产品的效果最佳化。肌肤得到保湿，表面形成保护膜，使得肌肤更亮丽有光泽。滋润保湿，形成肌肤保护膜及亮白，是爱多美水嫩亮白乳霜的三大特点。特点一，爱多美水嫩亮白乳霜能够带给肌肤保湿及滋润感。高分子化合物形成的网路及易经乳化技术结合，水嫩亮白乳霜带给肌肤足够的滋润感。特点二，形成肌肤保护膜，完美锁水，调理肌肤油水平衡，使肌肤不易流失水分。特点三，添加了带有淡粉色的维生素 B12， 淡粉色的维生素 B12 使肌肤恢复饱满光泽，亮白您的肌肤。滋润的基底，爱多美水嫩亮白组是由白桦树脂及沙棘果萃取液取代水作为本产品的基底。白桦树脂有助于舒缓及帮助滋润干燥肌肤，使肌肤更加细腻滋润。沙棘果萃取液亮白抚平细纹，帮助肌肤恢复弹力。绿花香调，清晨露珠般的香气散发出淡淡花果香，舒缓肌肤压力，放松心情。毫无黏腻感的轻薄使用感，使肌肤恢复饱满光泽，给您肌肤满满的水分，恢复饱满光泽，散发光彩。爱多美水嫩亮白组。